但可以对住浸啲夫妻肉嚟嘅，超正超靓咯！啊，感觉好好玩啊！相识真系爽，好爽添、啊，四只手真系好爽我、啊、感觉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哥哥。就应承过你，如果有机会咧，就带你体验下呢个深圳天花板的 SPA 体验。哇，我真的很期待咩叫天花板？真的是好天花板，话俾你知，我第一次见到嗰间嘢入面系有个浴缸的咯。浴缸，好好浴咯。咁啊，好期待啦。我哋开片。咁咧，首先依家教下大家点样嚟呢一个铺头先啦。依家系深圳北站，我哋根据指示牌去翻地铁站，就可以揾翻。五号线，认住呢个紫色嘅五号线，去前海湾转车啦，之后去翻后海站就得噶啦。嚟到后海站 H 出口方向，直行上去，出到嚟咧就直接往后面呢一条街走，直行转右就到噶啦，非常之好揾。佢仲有一个专车接送，佢系喺呢个深圳湾口岸预约啊。咁我资讯咧就会打翻喺屏幕上面，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自己去联络个店家啦。行到呢个路口右转，就呢栋大厦入面有个叫做翼景光 SPA， 我上次同老公去嗰个咧都系佢哋分店嚟，但系呢间分店咧系非常非常之精心打造。我听讲佢入面咧连嗰啲咁嘅洗头水咧名牌嘅，然后有泡泡浴啦，之后入面个咩厕所板啊咩都好高级最顶级嘅。佢哋话系专登请咗个设计师翻，入面嘅风格之余咧，连啲花香都系设计过。我由佢筹备嗰段期间就好期待过嚟，依家佢终于开幕，我就过嚟探店。系啊，几好咧，好嘢益你啊，好贵啊呢个啫，玉尺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其实佢单价唔算特别贵嘅，只不过佢嘅服务咧系令到你觉得佢系超级之天花板。你可以感受到佢入面系好用心去经营。人哋技师要考三次试先可以帮人揼骨。系咪噶？好劲啊！呢间嘢真系，我觉得真系好劲。系咪真系咁劲啊？听落去吹得好劲。吹得好劲。但我唔知啊，想去点知啊？你要尝试过，系咪真系咁劲先？我惊你落而忘返，今晚都唔想翻屋企。我希望啊，我都希望啊。像如果你夜晚揼得好夜嘅话，佢会俾你直情过夜都得，免费过夜。当然冇床俾你瞓啦，但系嗰间房其实都好靓。我哋而家上去啦，逆境光疗愈 SPA 四楼。哇，到咗！哇，系咪好香呢？好香！入去先。啊，有的，预约了两位那个古典的。呢度成埲墙咧都系佢哋嗰种花香啊，因为佢哋嘅精油入面咧全部都用花啦，都可以睇到啲精油嘅味道。佢系用光源去做嘅一个设计风格，所以就好舒服。上次我过嚟咧，佢仲未装好啲花，依家已经装好晒啲玫瑰花，系啲设计师特登去买嘅，超靓。呢度有啲点心啦，都可以食嘅，有啲花茶啦，水果茶都可以饮，温补降火茶，太太元气茶。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空气报告，也就是说您到我们家闻到的空气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负氧离子的一个含量，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是有疗养级别的了，有很多精油品种大概是有38种，然后还有洋甘菊是德国的，然后玫瑰是保加利亚的，是从不同产地对运过来的，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，因为像玫瑰它其实都有10几种，然后橙花的话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疗愈的一个香型。嗯，它玫瑰的味道非常纯正，其实很想给你闻一下这个薰衣草生态、啊、我进来就想睡觉了，进来就想睡觉，因为我们家它整个一个场景都是用精油去做的香薰。我觉得这个好像那种富婆懒的店，男孩子精致一点的他也会喜欢这里。哦、但是、啊、精致的小男孩在拍照了，拍照打卡。嗯，对，请进。玫瑰房，对，这个是玫瑰房，也是情侣夫妻房最喜欢的一个房间。那、我们会布置一些玫瑰花、鲜花、对，鲜花。然后这个品种它的花朵还很大。这边是操作护理区，那这边是水区、我们每个房间都是独立的、好大。现在是在里面准备这个精油泡泡浴、然后这边是两间的一个洗浴间，它可以分开洗澡。是的、洗护用品是宝格丽的，对，很多客户他洗完澡出来真的好香，可能这像喷了香水一样，这一辈子第一次用宝格丽可能就是在这间店了。洗手台，然后有给大家准备免费用的洗面奶，
精华水跟精华乳和洗手液、啊、然后这里还有戴森，对，还有吹风机，吹风机都有备齐全，然后还有这个刮胡刀啦、牙刷、卸妆棉都会有准备到。这个我还有温度，对，有温度，很神奇哟、哦。这个也是德国汉斯格雅的一个品牌，它一个水龙头大概是在5000多起发价。然后这个、啊、还有智能马桶，对，马桶是日本的，哇，自己开，吓到。对，它是智能马桶，而且人来它自动开。这里还有洗屁股的。嗯，有的，这个是我们老板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玩的东西，就是香氛。我们老板极其细节，是这样子的，很香，里面真的是精油，清淡清淡的，没有很重，不会很重。很现在是调亮的灯光，哦，这样看，这样看好看。嗯，这间房大概是80平。有没有说要消费多少，还是怎么样才能用这间房？这个房间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一个要求。就是我用团购价，我也可以提前预约这间房间吗？可以，对，只要这间房是空闲的状态就可以。是哦，那我最便宜可以用3位数，哎，3位数就可以享受这间房间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会有安装一个空管，上里面都是玫瑰的干花，所以其他房间是有其他花，有薰衣草。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带你到薰衣草房间。薰衣草的房间，然后正常的话我们会开这是单人间，对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专门放的一个薰衣草，它的品种就是真正薰衣草的品种，它是本身是干花，但它的香味很浓郁、这个里面我们也放了薰衣草，你看、这个是什么蚊香，蚊香的，你可以试一下按压一下，然后也能闻到薰衣草的味道。有哎、因为它里面装的全是薰衣草的干花。哦，这个设计就非常的神奇，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给你闻花香。然后这个房间是我们单人间，也是独立的水区。依家带大家参观下乳香嘅房间。这个房间的话是乳香，然后这边也是操作区，情侣啊或者是商务啊都可以，因为它浴缸是分开的。然后这边是一棵树，这棵树会开花，它是水养的。哦，它是日本的一个品种，觉得可以带阿妈过来哦。对，这边是浴缸是分开的，只是这个房间并没有布置。这个是我们家一次性的拖鞋，然后它是毛毛的，一次性的，您穿完之后觉得好穿的话，也可以带回家。带走，会。那我现在呢？帮你准备了玫瑰花瓷，不过这个呢其实应该是两个人鸳鸯枕的，你看到这个头枕都是两位的，就可以对着枕，夫妻浴来的，超正超靓咯、老少一个人枕一个鸳鸯浴，羡慕啊，感觉好好玩呢、好玩好玩，即泡浴呢我就试过很多次的了，但是泡泡浴呢真的第一次，这种感觉好像感觉到身了，别卜别卜别卜咁样嗰啲泡泡咧喺度弹啊弹啊弹啊咁，其实几爽喎，真系，知唔知啊？下面有着裤嘅嗬，喂，你声明一下先嚟，你下面着咗条裤嘅，嗱呢条就，肯定有裤啦，得唔得啊？爽唔爽啊？系咪好孝顺啊？系，确实今日表现100分啦。你试下攞一只泡，又大力啲吹，哇！好浪漫啊！你成个雪人咁啊！你开始流汗喎，咩事啊？我系中意比较，中意比较水温比较高温少少咯。咁爽唔爽啊？我冇得浸，我就系睇你浸，我觉得好爽啊！系咪好滑噶？确实有冇味道噶？花香味，你当时又未入嚟，我就入咗嚟呢个水缸嗰度，哇！一大阵玫瑰花香味，好正。咁咧，依家咧，我哋可以浸20分钟啦。咁佢咧有一个系背脊搓盐嘅体验。咁我叫埋个技师入嚟 ，OK， 帮你试下。这是磨砂膏，然后可以帮他刷一下 base 吧。浴盐它里面是含有精油成分的，有玫瑰、柠檬、天竺葵，可以去到一个好香哦，老废角质，还有清洁毛孔。细腻皮肤美白的一个作用。哇，好滑哇、你个背脊。好的，先准备过去打字领证了。其实好多人屋企都唔会舍得用呢个品牌啊。系啊，包括我自己都。我都未见过。我知道呢个牌子系好贵嘅。好香，真好正，系。我觉得呢啲就系孝顺屋企人最高端嘅享受。老豆、老爸，来。请上座。失眠，运动，运动，失眠，失眠啊，失眠很严重啊。是喜欢什么样的，然后就给您搭配了。你怎么一直擦汗呢？看到美女啊，确实真的美女啊。
这个时候是在排汗，确实要多喝一点水。对，这个时候多喝点水。咁我咧就拣咗最中意嘅玫瑰加乳香，最基本，我次次过嚟都系用呢两只。一起吸入精油的芳香，嘴巴吐出，深深吸气。怎么样？好享受啊！好嘛，两个人按系唔同嘅，即系佢唔会令到你。一边爽一边不爽，哇，好香哦！你们去这么油，有没有焗炉啊？太痒了。因为它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，肠胃蠕动好了之后呢，是可以帮助我们排一些宿便。嗯。相識真係爽喎，好爽添喎，四隻手真係好爽喎，感覺哦。會有一點點輕微出痧，你介意嗎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手動出痧。現在給您用到的這個茶葉球呢，它裡面有十幾種名貴的藥材，有藏紅花、香茅，還有艾草。兩個夠唔夠力啊？都夠。反而後生啲夠力啲喎。是啊，他還可以很大力，我頂不順。不知道是不是年輕一點要求狠用一點、啊、之前的依依你不 OK 嗎？不 OK， 不 OK， 一點都不 OK。 之前有依依做這個嗎？是啊，他說之前的依依無力，好像沒吃飯一樣。好了，剛剛呢就幫老蕭拍完了，他現在就享受著這個很爽的。我現在來到另外一間房，他是這個單人房來的，我們就分開按了，我就不方便老太多肉，所以就輕輕帶過啦。單人房，哦，泡泡肉，這是岩石嗎？嗯，對，這是我們的喜馬拉雅粉晶石，它是可以去到一個排濕去寒美容养颜的一个作用。咁我而家咧就自己一个喺单人房享受紧，出去再汇合啦。我要瞓阵先，好攰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揼完啦。我觉得呢度环境超正咯，同埋佢好香啊！呢度又有音乐，嗰啲音乐咧系好禅嘅感觉咯，即系总之系好放松，好放松。我觉得整体感觉都系好舒服，嗯，正。大家咧可以揾翻呢一间逆境光疗 SPA， 然后咧。深圳灣店，咁啊買翻呢個優惠券啦。蕭總係做呢一個雙色 SPA 嘅，1099元。哦，佢本身原價貴好多，依家平咗。咁就攞翻去前台找數。OK， 可以啦，應徵成功。呢個就係我嘅499，一共兩個人消費咗1600元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出嚟啦。佢仲送咗两个番薯莲，番薯莲系精油嚟嘅，佢话可以俾你做呢个睡眠助眠啊。咁样一洗烟，可以直接咧涂喺嗰个太阳穴度，晕精系嘛？想讲帮助睡眠质素，爽唔爽？总体嚟讲咧就好高卡士，真系一句讲嘅一个爽字。我觉得完全哇，呢啲先就天花大佬，天花顶真系天花顶。看嚟肖总很满意啊！大家觉得点咧？就可以喺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。咁大家如果想嚟呢间铺头咧，呢度有已经有呢个联系方式啦，可以自己去揾。咁啊，记得用呢个大众券，我觉得系抵好多嘅。今日条片咧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嘅话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